又一个世纪婚礼，处女党之一苟云会嫁富三代陆汉阳，婚礼场地大到可以请来所有 TVB 艺人。又有 TVB 艺人结婚了，早前林子善举行婚礼，宾客阵容盛大，还厉害过台庆。出席的宾客当中最美的莫过于待嫁新娘苟云会。今年二月，苟姑娘宣布将作为人妻嫁给男友陆汉阳，准备做陆太。近日有传媒拍到小两口去看婚宴场地，这个场地就是当年胡杏儿、汪圆圆的婚礼场地，可以举行大型草地婚礼。苟云会看重于上水双鱼河，属马会旗下，必须要会马会会员或有会员帮忙先可以定场，位置上比较偏僻，由上水搭的士去大约10分钟，但不可入内，需要在会所外下车再步行几分钟。由于私隐度较高，最适合喜欢低调性格的他们。这个场地最吸引的就是无敌大草地，想要在香港喊草的婚礼的地方有不少，香港政府康文署旗下都有几个场，不过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就不太方便。这个双鱼河场地有的超大型草地，如果自助餐形式可以容纳300人，最适合想举行户外西式婚礼的一对新人。难怪胡杏儿、汪圆圆结婚时都回旋这里，而且两位结婚后很快就怀孕，相当好意头。不知苟姑娘婚后会不会也一样一击即中呢？